看天下知冷暖，新闻言与您准时见面，我是思成。今天的封面人物呢，依然是那些不惧高温坚守在岗位上的人。说实话啊，我在这个有空调的地方跟大伙儿聊他们，确实有些惭愧呀。立下大功，新闻言马上带给您不一样的新闻。一个好消息啊，昨天晚上东亚杯女足第三轮，中国女足迎战日本队。那么好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明天见。